鉴定得到原方的专业治疗和护理。中美双方正商洽代理相关。Bloomberg News. Japan announced today that it will begin releasing Fukushima waste. 欢迎人好，中新社记者评论，当地时间。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，不能任由日方倾倒核污染水。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决定，撤销核污染水排海计划，以真诚态度同周边邻国善意沟通，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，接受严格国际监督。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维护海洋环境，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。